一年半以前吧，一年半以前，从去年的一二月份，有一朋友借了我，他有一个二手的那个弓，然后借给我玩，然后他自己没时间玩，我拿了之后，哎，发现这东西真的有意思，然后现在呢，他还是没时间玩，我把那个还给他了，然后自己买了好几套弓了，发现这乐趣真是非常非常有乐趣。主要是在户外射箭，就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就跟打高尔夫似的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打高尔夫，但是我能够抽一点点时间来射箭，这非常非常非常好。咱们新西兰在这儿呢，就是适合室外那个运动，户外运动天堂。这种景色在北京是没有的，起码是。这片林子是20年前。那个就是他们就是种完以后呢，这些射箭的人就把它放到这个林子里面，因为有这个林子呢，所以大家玩得很开心，高高低低的，不同的那个距离，然后呢不同的高低，可惜呢现在最近，林场要把这个林子砍了，因为已经差不多20年了，已经成材了，成材以后呢，就到了时间了，他们告诉这个射箭的朋友说，这个我们要砍林子了，那没办法，你就得把那个靶子挪走，所以挪走以后还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所以这片林子还真是挺值得。